如果我哋平時要咁著出去，可能人哋會覺得，誒、欸，你同你瞓醒冇文化。甚至係咧，即係如果你要，我細個係好懶，嗯，亦都唔貪靚，天生麗質，我估係。我唔知啊。其實是不是真的是那種頭痛啊，心口痛，腰力啊，胃痛。笑到腰力了，记得收看这个星期的笑一点中午的时代达人。如果错过了，还可以上到 tonton.com 的 NY 重温。